明天这个粑粑，那个小子吃定了。这不带点盐，不带点盐了。这英雄带点盐有点笨。我身上带亮的，为什么会亮呢？奥特曼没能量了。一级学个抠来，哎呦我操，失败了。又失败了，这两个抠的可不太好啊，卡的。你这干嘛呢，兄弟？不叫闪！你自由了。手有点生疏啊，稍微先搞一搞。哎，血怒！你先死。你再死，好闪现，瞪回来接死亡。拿下。我们无敌了。往后拉一点，我估计他要上来了，可能。算了，走了。这英雄即使拿了优势，也得来个皮孩，来个红宝石。卡呀，哪卡？没到五分钟，我们打着塔皮吧，不掉血，稍微等一等。A 接 W 拉回来，这个小兵一个 Q， 好技能全控回家。没蓝了，嘿嘿嘿，哼，算了，
拉倒吧，下一波吧。虽然你们看上去我比较的菜啊，但其实吧，我们技能交的是有点随意的，我只有在我信任的人的面前我才可以这样做，你知道吗？说明我信任你们，我不会用我100%的实力来跟这个剑姬玩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多发挥我20%的实力，两成。你看我玩狐狸的时候，昨天啊，我自己打直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再看看我跟那些主播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就应该能明白，你就应该能理解。他居然能升到5级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不死啊！回血，他居然 A 了一下弱点，回了一波血，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。7级打5级，差点被反杀。兄弟，他在防御塔前面，他多了个塔，我们相当于打了3个人，那防御塔攻击力1200多，相当于俩英雄，他加一个英雄，我们这波相当于1打3。你以为呢？1打3杀一个，差点被反杀，有毛病吗？没毛病吧？这把应该是要5杀，我感觉。这把应该是要5杀了，我估计。对，俺们1打3反杀一个，直接疾跑开起来 ，A 接 W， 外圈 Q 拉回来，闪现走了，走吧。我闪现勾，怎么的呢？不要用背对着狼，这明明是个狗，怎么能是狼？杀完人老没蓝，这英雄怎么这么缺蓝啊？哎呀，这英雄玩的没意思，太费蓝了，蓝不够用。建议落手可以不用蓝。我们换个弱点，
这英雄他有 W 是真难杀呀，我发现。大招接 W 呢，秒破呀！不行，我的蓝不足以能击杀得了。50-40-50，不够啊！蓝不够。算了，回家吧，我们出三项去。想杀他，那就必须得越他。没蓝了。好缺蓝啊，能不能给个蓝 buff 啊？再见。我这耀光街 W 呢？众神怎么不管你了？我的皇子能不能来啊？机器人来了，你大爷的，金鸡，算了，回家吧。怎么机器人过来了呢？来个紫雨林之拳，来个魔宗啊！这魔宗感觉没啥用啊。这边凯隐去中路，我们还是去上路把塔拔了啊！这波不用大了，用大感觉有点浪费，死了。我这蓄区还是很高的啊，兄弟。少了一层塔皮，哎呦。他们建起的攻势一概拦不住我。来吧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有人没？还？哎呀，这紫雨林之拳其实出的不好，我们应该反甲蓝盾白甲冰心儿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走去下路看一眼。没推算了，回中路找猴吧，兄弟。这猴这里放了个眼儿，拜拜，劈个猴。我喜欢你死时的样子，强者。打了呀？这你不打？好，我们来了，注意我们的细节。 A 接 W 接外圈挂，接平 A， 接拉回来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死亡。
拿下。我不知道这个主播怎么也天天打低单绝人，注意这个野字啊，为什么能有这个野字呢？就是因为呢他看见别的主播也打低单绝人了，那为什么主播都打低单绝而你却在这发野字呢？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你要反思一下。这说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啊。我有多幼你知道吗？我有多幼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如果世界上的人他都吃屎的话，只有你不吃，你跑过来说一个人，哎呀，你也吃屎，那说明是你的问题，你与他们不入了。王座我不感兴趣，砍碎它才让我兴奋。我的血满了，我越塔杀的剑尖都不掉血，现在也不能说不掉血吧，随便杀呀。铁手咋不触发呢？猴，你打的是谁？哟，他没过来，先走一走啊，让他勾，别急啊，减速外圈刮拉回来平 A 一个 P。 铁手咋不触发呢？刚才伤害不够，回家吧。我们勾引一波，哎，勾引一波这个剑姬，他指定得上头。拉回来，接闪现跑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正好我开门。正好我们去开门，来个反甲。钻入他的身体呀。我需要一个男 buff， 我迫切的需要。刚才是谁把我杀了？齐天大圣！哎呦我齐天大圣！这个齐天大圣，国王之子，齐国之首。别怕，勾引一波，疾跑开起来。
外圈光，先 A 间接 A 接打不成，一个 P 拉回来平 A， 再一个 P 减速外圈扣平 A， 一个 P 跑。一个屁！开门！看起来有点红啊！好了。反甲了，来个板甲。哎呦！把自己五杀劈没了，能五杀吗？不 A 死了吗？这不解放团队正在迈向胜利吗？这不 A 死了。好走位啊，德莱文，让德莱文死，拉回来平 A 接 W 接 A， 让你抢我们家女枪的位置。几个人啊？这波没红没蓝，没有闪现，没有疾跑，可能杀起来会费点劲去。追这女警可能不一定能追得到，得让他们来追我们。咦，被杀了呀，被杀了很正常，快回来这小兵。哎，我们只要不死就没有关系。打没打了？就剩俺们一个了，挺好。让他们过来找我，打不到啊！我记得能打到的。你俩可打不过我，兄弟。你俩可打不过我，光凭你们两个的虚区还是不太行。无能王权又是想争一丝丝战，来推塔，我夹着踩了。皇子为啥没拉回来啊？啊，天崩地裂了是吗？天崩地裂了，好像无法控制。
太罪啊！啊！我们回家出装备。现在这个装备一打五，可能还差点意思。我们得再回家出点。现在应该没问题了，我感觉，因为我们太幼了，对面打不动。来大龙啊！为什么不出绿甲？对面没 AP 伤害啊，我出绿甲干啥呀？只要皇子被我劈死，游戏结束。一个 Q 闪，一个劈 ，Q 闪居然失败了，没有关系。你不要吧。个老猴，我今天把你猴毛给你蹬了，我呀你彪哥。老猴，杀猴！呀！谢谢平凡大叔。Oh no！ 啊，玩，谢谢平凡大叔玩。One